炒粉儿，然后还有点西点，然后也不知道吃什么，来点啊，减肥呀、啊，吃饱了才能减肥，你知道吗？不吃哪有劲减肥？少来点吧。先放这儿。对，少吃一点。这是地摊的东西也有，然后呢，还有西点，就是西洋的东西也有，然后这个肯德基各路聚齐。对，就怕你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人家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的很齐全。对，所以很细心的一个小伙。其实我是不吃。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